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一颗橘柳，今天打算吃一期纯甜蜜橘，然后这里还有三串泡芙，先开个喝的。这个是橙子水，看起来好健康。先来一串我特别期待的爆浆泡芙。这个很像喝奶盖的那种感觉，它的那个泡芙皮软软的，然后也有一点嚼头，里面的奶油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。来吃一个肉松海苔小贝，太好吃了！这个蛋糕我们之前吃过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先吃这个蛋糕，这个不知道啥味儿的。这个蛋糕看着卖相还挺不错的，中间长这样的，它是有一点点那个，它主要还是奶油比较居多。花花饼干。这个蛋糕是莓果味的，就是能闻到很清新的那种莓，树莓的味道。接下来来吃这个抹茶千层，看着就是那种皮儿特别薄的。它这个感觉就是皮儿一点存在感都没有，入口就是特别的绵密。它上面这个抹茶粉我感觉其实有点苦，但是中间这个奶油就是甜度正正好。我把它拿着吃吧。来吃一个蛋挞，这个蛋挞可大一个了，就是怎么说，我感觉跟拳头一样大，它可能看得不太出来。可酥了，它里面像那种水牛奶的感觉。再来吃一个这个爆浆团子，真的是这个爆浆麻薯太好吃了。
最近我在一个地方打工嘛，然后那个地方特别特别偏，然后这就是连一杯奶茶都很难点到，所以说我这次回来就买了超多甜品，这个是给我两天吃的，我明天还有半天，我就想把这些甜品慢慢吃嘛。好久没扎高马尾了，今天就扎一个，因为我打算说去剪个头发嘛，感觉也变得感觉也挺长的了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